你确定？而我是一只鱼，明明就爱他这么深，喜欢你，那时候为什么不先问清楚再离开？就让我游来游去，就这样子错过，我把你忘记，我遗憾了。想过无数次再跟他见面会是什么样子，你呢？你有没有一个在心里一直还没有办法说再见的人？坐这啊，坐这才看得到。如果可以，希望回到那一天。画风都没变。我们以后不要再见面了。那一天是我们大学毕业的前三天。点名，辣手，哎呦，大方，要，杜哥，要，五月，要，一元，要，新蕊，要，万春，要，王源，要，完蛋了啦！好，旁边有万春，他们又在表决了啦，他要叫我们请吃东西。老板房，跟我跑。又是待会最后跑到车站的人要付车票钱。要跑，又是一天新的开始，七八同学飞奔驰，冠军拿到手举前决志，把希望改变整个世界，爱带来带着我去冒险，未来的路虽好走，但我知道要改变，向我自己追，不管那会是什么选择，我会为最后决定负责，未来的路你好走，但我相信所有可能，未来我前程可再别去的。结束吧，放下所有还没说的话，结束吧，我们结束吧。结束吧。你真的是很奇怪哎，等三天，我等你个大头啦！你以为你黄金救援72小时哦？如果我是女生，我跟你告白，你要我等3分钟，我就这边很生气，想要打你了，还等3天，你真是渣到极致哎！我们林幼竹没有那么不堪，要让你想3天来决定爱不爱。就为了这个，我为你多思考了3天，你不觉得感动没有关系，但你有必要这样对我吗？感动个屁啊！如果爱情需要思考，这就不是爱情。你只是生了公主病，但你并不是一个公主。请问你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吗？有一个男的，在你大学的时候，整整4年，他都陪在你的身边，左一个关心，右一个问候。你觉得这是什么？我就只是想要一个正确的回答。你们就说我是公主病。小林姐，你先不要生气，还是有人支持你的。你看这篇，鸡腿男根本是把撩拨别人的暧昧当兴趣的渣男。我是觉得他说的有点过了。哈？我发现这几个账号是一个你跟我跟大家都认识的人。为什么要这样子对我？毕业之后就算出国了，我们都还是要保持联络，不是吗？跟你大学住在一起这4年，我很不开心。我想考的硕士没有考上，我喜欢的男生不喜欢我。你刚刚讲的那些话对我来说公平吗？我们不是很好。你确定？毕业前，你不是问我汪言有没有来找你吗？我跟他说你跟辣手出去了，你们去约会。也许刀客说的没有错啊，我就是一个火坑，
就是你跳进来就会被烧死的火坑。我从来都没有觉得我们在一起会是火坑。虽然我叫你等我三天，但是我三天都去找你了。你在哪？回家了吗？我在你旁边。这是我男朋友，他叫小 B。你好，小 B。嗨。按情理来讲，我绝对是站在原配这一边的哦。按感情面来讲，小汪真的比小 B 好多了。小 B 哪里不好？你是怎样了哈？对不起，赵薇。你不用对不起我，你对不起你自己，对不起你父母。再来一个。我们这种工作呢，做人比做事还要重要。你自己的再好都没有用，人做得好，演艺事业顺遂大发。像哈士奇很可爱啊。不要当哈士奇啊！哎，你当我经纪人好不好？这位萌翻网友的哈士奇男孩叫做毕加达，是名舞台剧演员。根据了解，他也是即将上映的电影《阿月》的主要演员。见个面吧。其实你跟汪言最近发现这些事情啊，都是我搞出来的啦。主办今年九个太阳聚会，其实就是想要撮合你跟汪言。全世界都知道你被咬，干嘛还在这啊？这边是我的，你有什么要解释的吗？就你看到的那样。如果爱情需要思考，这就不是爱情。你还为他写什么60年计划书？不是说好不要进我书房了吗？你跟别的女人都搞到网络上了，我不用进你房间看一下你都在藏什么东西吗？你书房里有一份离婚协议书，随时签，随时办。我现在就是去把他追回来，怎么样？你开心了吗？离婚协议书我已经签好了。我们可以离婚了。我就是不会跟你离婚。我发现，就算所有东西是我的，只有他的心不是。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想，但我可以发誓，你幼主爱的是汪言，汪言爱的是你幼主。你放屁！放屁！我意愿就是希望你们可以和好。大少。发现淋巴癌的时候已经扩散了，所以他才坚持要你一定参加这次的聚会。他希望九个太阳都可以到。你一定是汪言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家幼主有盖过你的棉被吗？我女儿的照片都是你拍的。邱雨涵，我不是同情他，我爱他。医生，我知道你很担心我，可是我真的很不喜欢这种待在医院等死的感觉。既然结果都一样，我想要放肆一点，任性一次，活得精彩一些。让小 B 难堪的人不是我，是你。结婚的时候会通知我吗？我们以后不要再见面了。我是一只鱼。你喜欢我吗？不能够喜欢你。那你爱我吗？就让我游来游去，然后把你忘记。Yeah.
生会忘记我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。就让我游来游去，然后把你忘记。